前我别牵我看看那燎原星火，相信这一切都有因也有果，所有罪恶都不会轻易逃脱，生命里那狂风暴雨的滂沱，那回忆呼啸而过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你快来救我，快到现在了你还想着楚冠文呢？那我就送你们俩地下相见吧。别动，快把手举起来。别动，蹲下别动，走，别动。时间呀，会告诉你答案。时间是解决问题的钥匙。来呀来呀，抓不到我！来呀来呀！彤彤快跑，妈妈要抓到你了！彤彤快跑啊！爸爸来喽！哎，彤彤快跑，爸爸来喽！彤彤被爸爸抓到了吧？哎呀，爸爸，我不是坏人。哦，那你给爸爸证明一下，我们的暗号是什么？124。对了，只要记住这个数字啊，彤彤就能保护爸爸重要的东西了。嗯，时间呀，会告诉你答案。时间是解决问题的钥匙。解决问题的钥匙。到底在哪儿？我们的暗号是什么？124。只要记住这个数字啊，彤彤就能保护爸爸重要的东西。楚茂，只要杀了我，就没人知道你们的秘密了。时间是解决问题的钥匙，彤彤，把它保护好啊。时间。是解决问题的钥匙。医生，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。去哪儿？怎么是你啊？我怕还有人伤害你。不是，我听我说，我怕还有人会伤害到你，所以我打扮成这样掩人耳目，能够暗中保护你。乖，宝儿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安心休养，明白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无缘无故消失，我就不原谅你了。林宝儿，你不能以身犯险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我唠叨几句。好了，冠文，我不是要离开，我想起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我想起了我爸对我的嘱托，他给我留的东西一定还在朱家。嗯，冠文，我真的很后悔把你拉进这件事情，所以你不要再管我了。但我不后悔啊，如果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要承受伤害的话，而我希望那个人是我，永远不希望那个人是你。
你不用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的，我只确定一件事儿，我要在你身边和你一起面对，所以我要陪着你。有劳了。我虽然是个前客，但我也有基本的良知。调查人口失踪案，白某竭尽全力，分文不取。今天朱少爷在此，想必你们还有话要聊，那白某就不打扰了。日后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没想到白先生如此大义，我替那些孩子谢谢你了。义不容辞。他竟然把联合镇的孩子卖猪仔送到南阳，你可知我薛家一家是怎么被灭门的吗？朱某当年带着杨戬、钱童、窦怀忠深夜闯入我家，把我家一家老小通通杀死。我承认我利用了你，可我也爱上了你。我不能要求你去做选择，但我也不可能停下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。这么多年我就为了这一件事活着。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去安慰你，但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不可以失去你，更不能让你去冒险。你想做的事我不阻拦，但我要陪你一起。逃离的深渊，黑夜里的一丝光线。